区域啦，日本是国家。给我日本的钱，我想要买折纸本，还有贴纸，我想要买一堆贴纸。我看到喜欢的东西，我就可以拿这个去买。那折纸本500块，不然贴纸要500块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加多了。我想贴纸买4张，我贴纸想要买10张，这样，看一下你有多少钱好了。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2000。哇，那没有培根的。我今天是早餐，不要薯条，汉堡啦，我们再一行。那我这个，是爸爸的。好了，我们开动喽。对。你讲，你。我们开动喽。喂，阿玲怎么样？